电视剧《长月烬明》终于在观众千呼万唤中上线了，前期宣传可谓是吊足了胃口，也不禁怀疑会不会高开低走。好在该剧没有辜负观众的期待，将古装仙侠题材玩出了新花样，在故事开篇就用大制作的特效场面牢牢抓住观众视线，神魔大战，壮观震撼，男主但台进每一招都展现了睥睨天下的气魄，这才是魔神应该有的牌面。而且故事整体基调虽然有点小虐，但是不乏笑点的加入，尤其是女主黎苏苏穿越到500年前后的人间，与身为质子的普通凡人但台进互动高堂，在复仇与救赎之间反复横跳的纠结心态，也看得人代入感强烈。不得不说，这部剧能够出圈不是没有原因的，剧情画面都把质感拉满，而且还有三位演员成为主要话题贡献者，出圈理由各有千秋。白鹿的演技，白鹿在《周生如故》里就凭借虐到骨子里的表演火遍全网，跳楼的一幕至今看来都让人忍不住泪目，而新剧中他饰演的黎苏苏开局又拿到悲剧剧本，当他眼睁睁看着魔神将宗门屠杀殆尽，看着父亲吐血倒地，只能声嘶力竭的大喊却无能为力，让人顿时就有绝望感涌上心头。然而黎苏苏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，他从悲痛中回过神来，心中只剩下滔天的怒火和恨意，用含着血泪的眼神死死盯着但台进这个魔头，一字一句地说，但台进，我一定会杀了你。这演技层次感与爆发力都绝了。不过当黎苏苏化身人间的夜袭物后，白鹿的状态也发生了变化，刚开始他慌乱且急迫，恨不得马上将但台进消灭，却在看到对方双眼的那一刻感受到了来自灵魂的恐惧，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，狼狈地逃走。当意识到复仇计划需要从长计议后，他便将心思隐藏起来，表面上还是无忧无虑的千金大小姐，不仅受到了亲人们的照顾，还体会到了亲情的温暖。这一幕的黎苏苏表情愣住，让人发现原来她也不过是个小姑娘，拯救天下苍生的使命对她而言未免过于沉重了，可使命在身，尽管再难也要试一试。她在暗中不停打量着但台进，发现如今她的身份可以任人宰割，本想着抽打一顿解解气，可黎苏苏却狠不下手来，在心里质问自己到底在干什么，居然对着手无寸铁且没有作恶的普通人痛下杀手，他的挣扎纠结都让角色的至纯至善跃然纸上，可以说白鹿用自然细腻的演技把女主给演活了。孙珍妮的脸，孙珍妮也是一位高颜值小花，虽然是女团爱豆出身，但是精致的五官在大银幕上也毫不逊色专业演员，新剧中她饰演的翩然是一只小狐妖，这样的角色可不是谁都能拿捏的类型，而当他出现在镜头中后，观众显然被惊艳了，紫色薄纱的裙装让好身材若隐若现，还有一双魅惑撩人的狐狸眼，就那么坐在赌桌上漫不经心地看着眼前的跳梁小丑们，为他的美貌疯狂，真是媚骨天成。只是翩然意外输给了叶大少，要在众人面前脱下外衣，这时叶青雨突然出现，将自己外衣披在了他的身上，翩然仿佛等了很久，终于等到了意中人，回眸一笑，眼底的欣喜和打量不言而喻。不得不说，从这场戏与《仙剑奇侠传三》里紫萱再次遇到徐长卿的那场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，美貌动人的女妖一步一步接近正值禁欲的公子，勾引沉沦还带着跨越时间的思恋情绪，太有氛围感了。同时也不禁感慨，年轻就是好啊，00后的孙珍妮脸上白皙透亮，满满的胶原蛋白，连皱纹痘印这些瑕疵都看不到，要知道这部剧没有使用什么夸张的磨皮滤镜，演员的肤质状态一目了然，而且她三庭五眼的比例太优越了，既有少女的清纯感，又不失妩媚的风情，找她来演小狐妖这个角色，可见导演的眼光不一般，这部剧也终于令孙珍妮火出圈了，期待后续她的红衣造型封神吧。罗云熙的身材，罗云熙自从凭借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中的润玉一角进入大众视野后，观众们纷纷期待她能够再次用古装造型给大家洗洗眼睛。而这部新剧《长月烬明》播出后，罗云熙的身材确实出圈了，只不过是反向出圈，相关词条居然是润玉时期多好看。其实润玉时期的罗云熙脸上还能有点肉感，后面因为暴瘦越来越脱相，新剧中的她更是瘦成了纸片人，
感觉都不用风吹，走两步自己就散架子了。而且罗云熙瘦的脸颊凹陷，本来就是巴掌大的小脸就更小了，更显得他眼睛大嘴巴大，也难怪被人称作是螳螂系帅哥，看起来干巴巴的样子。如果只是罗云熙自己出现在镜头里还凑合，一旦他跟其他人同框时，那种违和感就更强烈了。比如他跟白鹿躺在一起，怎么感觉他比对方还要小一圈？而且一旦穿着过于修身的服装，他单薄瘦小的身材跟脑袋好像就好像不配套，越看越别扭。不过罗云熙的底子摆在那里，换上厚重感比较强的服装还是能撑起来的，再配合上演技就能冲淡观众的不适感了。比如魔神那套装扮在罗云熙的身上就充满了霸气，一举一动都展现出人物的邪魅狂狷，还有睥睨一切的眼神，让人狠狠心动了。看来只要罗云熙看起来再胖点，还是能吊打一众古装丑男。总而言之，长月烬明除了剧情和制作之外，还有三个出圈理由：白鹿的演技、孙珍妮的脸、罗云熙的身材，可谓是各有各的话题讨论度。只是罗云熙身材更多的是遭到了观众的吐槽，不过故事开篇里身为质子的但台进吃不饱穿不暖，纸片人身材也符合设定，希望后续剧情里罗云熙能稍微胖回来一些吧。那么你觉得剧中哪些看点最吸引你呢？